欣赏相声《数来宝》，表演者张龙森、姬龙飞。感谢啊！徐坤玲，感谢您吧。相声大会节目一场接着一场。刚才是李龙坤跟程龙嫂二位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。这二位在龙字科当中可以说是佼佼者。说得非常的不错，让哥俩下去呢休息休息，是把这口气给咽了。那么这场呢，我们哥俩他俩下台嘎嘣死了，别说出来呀，那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。我这说的是愿望，怎么讲呢？让人家二位下台啊，把这口气给换了。哎，把这个气给换了，是换上我们哥俩来了。上到他这得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对，小哥俩没有什么名气，没有什么知名度。您各位到这儿来也不是冲着我们哥俩来的。冲什么来的？冲着我们这儿这金字招牌来的。对，您是冲他来的。您各位来到我们刘老根呢？啊，德云社呀，德云社。你最好是想清楚了再来。哎，来到我们德云社都是冲着那个名角大腕儿来的。哎，冲人家来的。小哥俩没什么名气，那也得介绍一下。那是。而且您看今天来的朋友也不少，哎，满骑满坐。但今天外面天气也真是不是那么好，对，天太冷了，刮着风又下着雨。是，你像在我们这行形容上座率有这么一句话，什么呀？叫刮风减半，下雨全无。对，哎，您看今天外面又刮风又下雨，还能来这么些位的好朋友，这说明什么呀？什么呀？您各位真是没地儿去的，是吧？大家伙是听相声来。爱听相声，对，您各位爱听相声，我们哥俩也爱说相声，多新鲜！哎，也得简单的介绍一下，是，哎，为什么呢？您各位都是这个花钱买票来，对，哎，甭管您花多少钱吧，您到这儿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您就是我们的上帝。听完我们哥俩这场相声呢，内心会做一个小评价，有满意的朋友就不满意的，哎，或许都有。哎，您满意还好说啊，哎，您要是听完我们哥俩不满意的话，怎么办呢？这票异想天开。啊，您放心啊，您买票那钱不进我们账上，进哪儿啊？您买票那钱当时就已经进了我们师傅郭德纲先生的裤兜里面了。哎，这地儿还不好掏出来。哎，确实，退票是不太可能了。是，但是您各位作为观众有这么一个小权利。朋友们有什么权利？就是骂街，就是骂。哎，您有这权利啊？但咱话说回来了啊，您骂街，您也得知道骂谁。哎，对，你骂街，你得有个目标。拿我来说吧，啊，我没有名字，他叫姬龙飞。咱们这相声说的不好，朋友们要是骂街的话，合着就骂我一个人，对吗？哪能就骂您一个人啊？就是啊，还得带上你的全家。你要死？什么要死？干嘛呀？怎么了？咱俩是搭档啊，荣辱进退啊。介绍你的名字，也得介绍我的名字，多新鲜呢！必须得介绍吗？肯定得介绍。那你说，公主请介绍。我说。哎呦我。你说，你不说我不介绍。哎，快点！公主请介绍。好的，王子。哎，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。是。我姓孔，龙字科的，我叫孔龙螳螂。你是。啊。这厉害。OK 哈。怎么说出来？公主请出来。这是你名字。对呀、啊。介绍本名。本名。哎，孔龙螳螂是我的外号。您的本名是？哈基米。哈基米。等会儿啊，怎么着郭老师给你名你不要了？要切闹，哪来这么一句啊？你介绍介绍一下自己的本名。哎，姓张，叫张龙森，相声界的一名小学生，德云社的一名小演员，龙字科的一名小学员，德云八队的一名小公主。谢谢各位。太巧了。哎呀我的天，再来一个。上台还有这个东西，这，哎呀，这个，哎，你还有这个，哎，拿这布来，哎呀。
知道你在宫里当过差。我看你这动作比我标准呢。比我标准。您原来在这干过？我也没留恋那个事业单位。是吧？确实比我标准的多哈。张龙森，鸡公公，哎，对，一对青年相声，人家词儿哪冒出来的？您讲，那叫鸡龙飞，张龙森，鸡龙飞，是一对青年相声演员，嗯，业务水平能力呢很一般，对，但是拿人来讲，相声说的不错，确实还是捧我，哎，为什么？他学艺比较早，对，你是这个七岁学艺吧？没错，七岁学艺，对，八岁净身，八岁净这样的，你不要误导小朋友了。你干嘛呀？怎么让我说个相声给我拉了呢？哎呀，听您这嗓音像没拉干净。怎么着？你给我主的刀啊？我是那张大夫，你看看。您歇会儿，您话说错了。怎么讲？七岁学艺，八岁静心。八岁静心。哎，相声说的确实很好。哎，他说相声还曾经受到过郭老师的表扬。没错。当时呢，郭胜文是这么说的。相声里边的啊，山东快书我会，山东快书你还会？哎，那个曲艺创新计划，我里边唱山东快书，你能唱两句吗？那太简单了，我听听。亮山寨一百单八将，一个逗比一个强，头一位怎么样？好，把你山东快书唱的怎么样？哎，不错不错，一看就是跟大师学的，我跟你学的。哇，我觉得这个，太平歌词我学过呀。太平歌词也学过，那当然了。数来宝，我最拿手。快板书，我教好些徒弟。这，你还教好些徒弟？那对，你教过谁呀、啊？各位，德云八队有一张九南，您各位认识吗？哎呦，哦，我知道那张九南。张殿宇啊，对，对对对，对，嗯，我徒弟。张九南，你徒弟？对对对，他是疯狗，哎，你是细狗，我细狗。你们狗子哥的，狗子哥干嘛呀？怎么着？您是徒弟啊？相声我们都是郭老师的徒弟，嗯，但是快板书人家是跟我学的，快板书还跟您学的？哎，对对对，哎，这样行吗？啊，你看您也有这么好的徒弟，嗯，我要跟您这个交流一下，可以啊，咱俩合作表演一回行吗？可以可以。啊，表演时候我先问问你 啊，请问这个东西您会打吗？这有什么不会打的？您知道它叫什么吗？这个架子鼓。对，这。你管这玩意儿叫架子鼓啊？观众朋友们都知道，这叫快板啊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打响咱就合作表演啊！打响就行。对了，非常之简单嘛。嗯。响没有？响。怎么着？你是卖耗子药的？往下干嘛呀？往下打呀！你早说往下打呀！哎。行行了，咱别当网红了。什么？怎么了？干嘛呀您这个？你不让我往下打吗？打一套。你早说打一套啊！歇会儿啊。
公斤这个打不齐呀。打不齐啊？你还要夺不齐？对，我还。你什么叫夺不齐呀？怎么的？打齐了。打齐了，好，明白，来来来。唱活词儿这不一般呐，你这你不一
我还不如去一个。真想看吗？想。加钱。加钱。加多少？票。您等会儿啊，您这没有这个，我说俩人抽风了，都没词儿了呀。不是，我刚才是不是我先唱的？你先唱的。我先唱，我有点找不着了。啊，我刚想那个大哥说那亲嘴那事儿。您把这个撂下。你这样，你先唱几句带着我。我先唱。哎哎哎！啊，你刚才一唱，给我唱紧张了。那我先唱。啊，你先唱来。打鼓板儿，我是唱活词儿，他是有说有笑又有哏儿，咱不唱过去的老一套。听我把新的内容来介绍，今天朋友来的真不少，我向朋友们问声好。好，唱上来了，唱上来了。哎，打竹板儿唱活词儿，我是有说有笑又有哏儿，咱不唱过去的老一套，听我把新的内容来介绍，今天观众来的真不少，我也向各位问声好。好，你怎么着？哦，跟我那个一样，说明咱脑子快，唱一遍记住了。你脑子快，哎，快极快。哎，我要说什么，你能唱什么吗？随便，你说什么我唱什么。我说什么你唱什么。哎哎哎，哎，今天有这个不少朋友戴眼镜的啊，这眼镜你能唱？那那当然了，你唱上眼镜。哎，眼镜哈，哎，有气儿有气儿真有气儿。怎么着？不少的朋友戴眼镜啊。戴眼镜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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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戴眼镜儿。你说你为什么戴眼镜儿？你管得着人家吗？啊，怎么往下唱啊？打竹板儿，嗯，我是仔细观，怎么着？这些个眼镜都不一般，又漂亮又大方，电灯一照亮堂堂，样子美样子精，又挡沙子又挡风，二百里地都看得清。您这是眼镜啊？望远镜。让你唱眼镜啊？眼镜。哎，无论大人小孩和老人，嗯，戴眼镜显得有精神，本来长得就不赖，戴上眼镜您更帅，戴眼镜要留神，相声一说爱逗哏，您前仰后合哈哈笑的，小心眼镜往下掉，眼镜掉地摔八瓣，鼻子上抹点502。这鼻子，哎，别抹那东西，不行不行啊，这个方法不太妥。对，你眼镜不要送给我，送给谁呀？还送给你啊？甭管，唱上了没有？不是，您这就是碰巧，我再说一个，您唱不上来。随便说。哎，我看有这个不少朋友拿手机的啊。嗯，这手机你能唱？那太简单了。您唱唱。唱手机。哎，玩手机的。玩手机。哎。玩手机。对。他玩手机。为什么不听我们说相声在那儿玩手机？那是这个给咱拍照的。啊，拍照！哎，啊，比心，比心，比心！哎呀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快唱吧！手机，哎哎，手机那是真不错，看样子就是高端货，是没事看，每天瞧，没事就把微信聊，从凌晨到天明，小心得叫120，天天手机不离手，小心 ICU 里走，你等会儿。不去那地方，我词儿一下压定压到那儿了。您别压这儿了，啊，您压别的地儿。手的 ICU 不行吗？哎，不行。那 ICU 是真不行。哎，影响您每天好心情。就是，没事就把相声听，看手机发费眼睛。哎，双目失明不太妥，手机不要送给我。对你怎么什么都要？押韵习惯了。您别要要要。啊，等我唱上了没有？我再说一个，您唱。哎，随便说，随便说，随便说。哎，口红店你能唱？你一个大老爷们儿的，怎么能先想到口红店的呢？你甭管啊，双十一了，该囤货了。您还抹口红呢？甭管这个，能唱不能唱？能唱能唱，建议您抹点唇蜜啊，要不然太干了。啊，口红店是吧？口红店，迈步走，我得往前看。哎。眼
前就来到了口红店。口红店，说口红种类真不少，每个涂上都挺好。纪梵希的小羊皮，然后呼气阿玛尼，有迪奥999，圣罗兰我的好朋友。GF 黑管亮晶晶，最好的还是萝卜丁，有黑管、黑管和银管，喜欢哪管来哪管。小金条、小银条，一次最少买两条。说口红店里人不少，多数都把的对象找。有个阿姨把我瞧，就是岁数有点老，其实阿姨也挺好。三辆车五套房，世界企业500强。现在说她老有点早，那介绍给你好不好？好。干嘛呀？怎么了？这不好。不好啊。哎，你这不行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唱最好，我告诉你。哎，那边那个同仁堂你能唱吗？哦，大师，这是同仁堂。那同仁堂能唱吗？随便唱，没问题啊。你唱唱同仁堂。唱同仁堂啊，听听。同仁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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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的本是老药铺。先生这个好比甩手自在王，药王爷就在当姑父。十大领名医列的两行，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，你是认为他大徒弟。这个药王爷本姓孙，鼻冷怕苦，曾眼睛真。那疙瘩先生孙思邈，拜疙瘩先生华佗高，孙思邈华佗高，32岁入的唐朝。正宫这个伯母得了病，他是走线泡沫治好的，他是一针治好了娘娘的病，他是两针打好龙一条，万岁一届龙欣喜。先生这个自荐在当朝的，封他个文官他不要，这个封他武将他把头摇，万般自在了无忌奈。先生的四件大红袍子，一旁弄到了哪一个？说弄到了姓谁老鹰好啊？围城我东挡这个西沙挂马路边功劳大，你伪装不似那红袍啊！一把钢鞭拿在了手，手拿着钢鞭斩黄袍，这个药王爷妙法高，脱走黄袍反红袍，这个黄袍弄得了药王倒，迷命过姓还把香烧。您老这个买卖有兰贵呀、啊，您老这个兰贵三尺的三寸三分高，这个一旁纵这个样要撵，这个一旁纵这个扎药刀，扎药的刀亮堂堂。有几味草药您先尝，先拿这个牛黄与狗宝，或者这个槟榔与麝香，桃仁陪着杏仁睡，这个二人躺在沉香床啊，睡了三更交白夜。咱大这个路贼唱进祥，到走了水晶50两，这个金毛狗儿叫汪汪，有风香去送信，这个人参这才破了大堂啊。我手抄起干草棍，这个棍棍打在身皮上啊，打着滴流鲜血，这个鲜血淌在了木瓜上。大松丸小松丸放大海呀，滴流圆的狗皮膏药接风寒。我有心接了药名往下唱，我唱的名儿都唱不完，我唱的是愿助